好啦，系咪差唔多时间啦？好似系啊。咁叫第一位唔系第一组出嚟啦，不如。好。咁我哋唔该有进场音乐，开始邀请我哋第一组嘅队伍。佢哋个名系好难读嘅 ，tilt tilt tilt tilt。俾啲掌聲呢一組嘅隊員，可唔可以過嚟我第二支麥交支麥俾組長先？第十三號麥嘅，好點稱呼咧？請問你哋？我哋叫做你可以叫我哋浪浪浪啦，浪浪浪，原來 sorry， 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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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得都得。其實點嚟嘅咧？就係咧，我哋成日用 WhatsApp 入邊有 would 咁樣，即係個符號，我哋唔知點樣發音。有意思嘅咩？呢個符號？係啦，其實有意思嘅，係啦。意思啊？我哋咧就有幾個諗法嘅，第一個咧其實就係我哋今次係三五成群啊嘛，咁就係我哋想 tribute 即係以前嘅即係一個浪潮一個浪潮、新浪潮咁解，所以我哋就係弄潮兒啦。明白。係啦，咁啊，係。你哋今日嘅衣著係點樣？有冇介紹下？有咩特別㗎？又簽曬名，又寫 One A Space， 又 Artist Commu 咁樣嘅，見到。係啦，咁啊，即係都關於我哋個名字。首先，行前啲俾你睇下。係啊。嗱，大家小心唔好踩到嗰啲綠色嗰啲。浩然，請你行前 catwalk 一下先。咁咧，攞出你嘅絲巾出嚟，係。咁咧，其實我哋就都係繼續去向以前嘅三五成群致敬啦。所以我哋身上咧都係將。即係其實遊街嘅歷史，以前呢度係有個藝術村噶嘛，咁所以我呢個身上就 Videotouch 嘅第一個展覽啦，咁我哋就阿 Michelle 就畫即係掃描咗當時嘅一啲相啦，咁呢個就係 Reset Plus 啦，咁喺阿 Susie 身上呢個就 One A Space 嘅1998年嘅第一個展覽啦，咁咧仲有呢個 Artist Commu 嘅，即係以前就係呢個廉藝術公社喺嗰邊，係喎。所以我就造成我哋嘅造型啦，同埋大家手上拎住嘅，其實係我哋個名嚟嘅，請支持我哋。好，唔該曬。多謝曬，唔該曬。唔該曬。可以慢慢。哦，咁咪你攞埋佢啦。跟住到第二組，第二組係一對無名，請大家用掌聲歡迎 Untitled。好迷幻啊！隊長張偉森啦。等我邀請佢介紹嘅組員出嚟先。嗱，而家排位喺我嘅我唔記得咗，依個叫右手邊啊，右手邊嘅我啦，我係 Eddie 張偉森啦。喺右手邊嘅就係 Freeson 啦，跟住小吉Fanny。好，我哋四個全部都寫嘢嘅，咁但係咧 Fanny 咧佢成日標榜緊自己係一個學生嘅，但係我唔俾佢過，因為我要一個膽拖。佢係我哋嘅膽嚟嘅。點樣膽？點樣？好似而家要買馬咁樣，紅色啊！有大膽咯，大膽，明白。好。咁請問，因為其實咧，各位朋友，我哋咧喺邀請唔同嘅隊長去組隊嘅時候，有少少 criteria 嘅，我哋就話好啦，依一隊咧你要揾啲專係寫嘢嘅人，依一隊就揾學生。依隊要揾 artist， 有一隊咧就要揾，唔記得介紹。其實後邊有都係藝術行政嘅專員嚟嘅，不過佢哋就話自己不是藝術行政隊喎。咁請問你喺揾藝術寫作嘅隊友嘅時候，有冇咩困難咧？定係都好容易啊咁樣？佢哋會怕醜啲啊？你覺得有咩特徵？冇困難，我真係覺得冇困難。係、好啊，走啦！香港係有好多人寫嘢嘅。好，加油！坐翻埋就得噶啦，你。Thank you， 多謝你掌聲，一對無名。唔該曬。好啦，到第三隊。第三隊唔該，笑聲笑聲滿載温馨隊。循例都俾啲掌聲啦，不如。Hello Charlie， 可唔可以介紹你嘅組員啊？今日造型好特別喎，你哋可以 cat Y 下未？大家好，我們是來自台灣的。小聲小聲，滿載溫馨。哦，好簡約嘅一個簡介介紹啊！謝謝你 F4 係嘛？
是啊，又係笑聲笑聲滿載温馨。係啊，是 Art Four，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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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and Art Four maybe is your friend，maybe no，I don't know，Art Four，no，okay，just Art Four，okay，thank you。好，你都 need to introduce yourself。哦，好，唔該你 introduce 咁。啊，我是仔仔。我是蓝天。大家好，我是 Jeffrey。我不知道耶。我是 Venice。都用完了吗？好，很好，谢谢你们。好，谢谢你哦。你阵间答问题嘅时候，系咪都会即系好多gesture 啊，好多 performance 咁样样？还是？就是你们很好。我们就是那么帅。谢谢你。唔該曬，我唔知道你好講添，好勁啊！謝謝你。好啊，可能喺上邊小心啲喎。睇電視啊，唔該曬。然之後，我哋想邀請第四隊，第四隊，佢哋叫自己做神仙 Beta。神仙 B。多俾啲掌聲啦，唔該。以他們很 humble 的一個 look， 沒有特別很特別的造型，好像，但是請介紹一下隊長。這樣也不夠特別啊。很特別，很特別，很特別。是啊，是，我們是神仙 Beta， 有看過三五成群都應該知道神仙 B 是誰，那我們是他的 friend 啦，是啦。很害怕我突然間。是啦，那個名字就是這樣來的而已，是。然後，哎，那我是黃振海啦，在第一位，這位是梁靜雲 Gigi， 跟住是楊秀卓楊 Sir， 然之後是 Linda 黎超賢。我看 Facebook comment， 啲人話不公平，你找到咁多強的勁敵，你覺得你點睇啊？其實我都係有信心啊。其實我都係打咗個電話同 send 咗個 email， 咁然之後就找到佢哋。咁我唔知道有咩咁唔公平嘅，其實係。是啊，因為他們很想玩，其實是，但是沒有人敢找他們玩，那然後我就找他們玩，是啊，其實只是這樣的，你又說我招職了，那不關我事的，其實是。好，麻煩了海狗，thank you。厲害厲害。請就坐。請就坐，請就坐。好基佬，大家可不可以試一試個麥啊，大家？一對無名先啦，不如。Testing。可不可以試一下個麥啊？盧海鵬試麥 ，OK， 好，神仙 Beta 可唔可以試麥啊？係神仙 Beta 試麥，好啊，誒 ，Hello， 係，係好啊，哇，哇，勁啊，好，笑聲笑聲滿載温馨咧，笑聲笑聲滿載温馨，好啊好啊 ，OK 啊，好，咁就事不宜遲，就正式開始啦。咁喺正式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好快咁樣簡介下今日嗰個嘅不同的環節啦，咁我哋係會有三五成群嘅第一階段同第二階段嘅，咁第二階段咧就會有搶答題，第一階段我哋陣間就會開始再係必答題先嘅。喺必答題裏邊咧，我哋係將會有邀請每一隊咧用六分鐘時間係去到答最多嘅十題，然之後咧就係用兩分鐘時間咧回應一個嘅行為題嘅，因為我哋今時今日做創作都要成日都要打扮啊，唔同嘅造型咁樣樣啦，咁所以依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環節。我就識打字嘅，唔識識。好，係啦，咁依個呈現咗第一階段啦，咁之後就會有第二階段嘅一個問答搶答題，咁我哋喺中場休息之後就會出現嘅。好，另外呢，其實各位觀眾都可以爭取你的出場機會，就是叫他們找你幫他解答問題，因為我們每組都會有兩個貼士錦囊，他可以打電話問親友，又或者向在場的觀眾去問一些貼士，我們如果他真的用了錦囊的時候，我們就會額外計到一分鐘時間給他們，一分鐘之內再回答這個問題。 好，對於這些規則有沒有特別的問題？好，我們就正式開始了。好，那就逐隊逐隊來了。就第一隊，我們呢就隨機選了是 Tilt 好好，開始了。好，周迅輝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師生回憶錄裏面就傳聞，就說有個老師經常說經常要在別人的展覽出現，就算心裏面沒有創作都好了，
冇嘢諗到，冇 idea， 都要去過係嗰度，冇嘢就幫手，有嘢就幫手，冇事就吹水。女振光，係咪㗎？睇下先。答案係冇錯 ，A 女振光。點解你唔叫陳 Sir 咧？係咪先？唔通陳 Sir 唔會講呢啲説話嘅咩？好，之後再了解一下。好，係咪時間？係咪礦山嚟？第二題，第二題。在1974年創刊的《書譜》，這本書法算刻雙月刊，是創辦人之當中創辦人之一的李炳仁和他的朋友雙翼，他們在以下哪間食肆閒談促成這件事呢？在哪裡三五成群談談談談就搞了一本這個藝術雜誌出來呢？灣仔大三元餐廳、天樂餐廳，還是北極餐廳，還是人和月酒莊呢？喂，有沒有貼士樓下同是請嗌出嚟啊！現場觀眾貼士錦囊有冇咧 ？A 啊，大三元酒家。好，好 check 先。答案係哦，係天樂餐廳。係天樂餐廳。其實佢哋好 casual 啊，真係去茶餐廳飲杯奶茶，跟住就傾咗本雜誌出嚟啦，《雙月刊》啊。請問係咪計緊時啊？都係啊，咁快啲啦，我哋要。唔使唔緊張嘅，唔使但係原來灣仔天樂里嗰度都有好多好得意嘅，譬如咧陶傑咧有講到嗰度有間北極餐廳啦，有好多文人之前又喺附近嘅大三元酒家嗰度又係做雅集喎。哇，其實真係唔好睇少所有食肆，其實都係食肆就係藝術空間可能。好，第三題，鄧國軒自2014年至2018年期間，總共主理咗幾多次藝術飯局？藝術飯局嘅定義就係、是、例如。俾我就錦囊問佢啦，直接。鄧國軒喺唔喺度咧？阿軒喺度啊。阿軒可能都唔係最識嗰、那個，我打俾 Jamie 啊。阿軒啊，阿軒。啊。咁佢主持咗幾多次嘅飯局？至少兩個人。直接問阿軒啦，可唔可以用錦囊噶？可以。可以啊。阿軒。你可以用一用咗一個錦囊，好用錦囊，有 A 48 B 67 C 82 D 是98。嗱，阿軒答嘅一定啱嘅。失去你哋嘅答案可能唔啱。是定系多啊？佢都唔記得啦。佢話一係 C 一係 D 喎，叫你揀喎。C 啊 C 啊，好 check 一 check 先。好嘢好嘢，好在佢嘅記憶尚存，仲記得。好加分先。好，第四題，文徵瑩曾經用作品《愛國愛港好多事》係同200多名嘅參加者一齊查詢佢哋食多士之後嘅感受啦。咁請問最多參與者當時表示點樣啦？愛香港，既愛中國也愛香港，對愛充滿疑惑，定係愛吃愛生命愛自己咧？好似都有啲怪，都好怪。點啊？佢打電話俾文徵瑩。講愛又好難噶啦，係咪？唔係 B 就係先。C 啊，唔該。好 check check 先。答案係 A 噶。係 A 噶。其實都幾勁喎，真係話愛香港啊！嗰個都犀利，犀利，犀利。好。再下一題，係咁當時嗰個 image 啦，見到嗰塊麵包就係咁樣愛國愛港嘅一個問卷。好，70年代雙周刊喺1973年開始就舉辦電影會，咁其實就好睇外國租好多影片翻嚟啦，喺香港放映。但係其實除咗最初嗰幾次成功申請到呢個批准書啦，可以放映之外咧。咁其之後就申請唔到，於是佢哋就唯有成立新嘅電影會，以新嘅名義再申請。咁請問以下邊一個唔係佢哋當時成立過嘅電影會咧？有啲難，呢題有啲難。B 啊，又用錦囊？唔得喎，唔信。有冇第二貼士啊？嗌幫下佢嘅。可唔可以讀埋出嚟？七十年代雙周刊。有啲近視，sorry。直覺仙人掌，好睇下先，係咪仙人掌電影？佢哋冇登記到仙人掌。sorry， 係火鳥。其實火鳥電影，火鳥係另一班藝術家成立嘅電影會嚟嘅。咁佢哋都幾勁啊！土魯福電影會
視覺節目系統、仙人掌電影會都是他們之前在警察警局登記過的 Society。 好好，跟住在1986年的時候呢，哪四位藝術家是合辦過一個放映會名為《錄影太奇》的呢？八六年喎、哦、八六年的時候 Alan Bar 我們就說實有了 ABCD、欸、究竟是跟哪三個膽拖這樣一起創立 Video 台商？楊希、何慶基、譚家明 A 是 A 什麼話 A 好 check check 先，真的 A。 The answer is其實有微風，為什麼你不覺得微風是的呢？微風、黃志輝、毛文宇都有的。好，再來一題，以下哪個藝術組織的歷史是最悠久的呢？好了， A 是香港雕塑學會， B 是香港雕塑家協會， C 是香港雕塑會， D 是香港雕塑創作會。好像有些名字，其實我找的時候我都撈亂了。哪個歷史最悠久呢？這裡有沒有 Sculptor 是會認識的呢？可不可以提一提水啊？請問這裡有沒有很有經驗的 Sculptor 前輩在這裡？好，把握時間，差不多了，問完這題就都夠鐘了，你們給你們答完吧，即管 B B B 試一下嘛，是不是雕塑家協會呢？好東西喎，可以加分喎，好東西，好東西，好東西，好，加了分先。好，咁由於時間關係咧，咁頭係啦，已經用曬嗰六分鐘啦。咁但係我哋就要跳去最尾嗰題咧，做一個行為測試嘅。係。咁以下落嚟，我哋會播一首香港投訴合唱團嘅表演嘅MV。咁請你陣間咧睇試聽完半首之後咧，就唱出香港投訴合唱歌嘅。係可以跟住唱。咁、而佢哋唱得好唔好就睇觀眾評分啦。大聲少少嘛。好，半首就係咁啦。記唔記得？啊，我哋再嚟多次噶咯喎。咁我去翻片頭噶咯喎。咁然之後咧，就請你哋，你可以選擇合唱或者獨唱咁啊，觀眾評分啦。咁我哋會請你唱到大概一分鐘一分十二秒到嘅一首歌，就唔使唱曬嘅五分鐘嘅。好，準備好未？盡你哋所能啦。好，去片。俾佢啊！呢個十分，俾佢咯，定係點啊？係咪應該要俾佢啊？
定下佢哋嘅標誌啊，唔該。好。好啦，真係應該俾嘅，應該。有幾多人？其實會唔會有人有參與過投訴合唱團當時唱歌㗎？依度。哇，有喎、啊！你唔想嚟幫拖嘅你？哎呦！好，咁我哋依個時候咧就報告一下，第一組。他們是總共得到30分的先後耶、yeah, 給一些掌聲他們掌聲鼓勵掌聲很難的30分是我們看看第二隊又會是有些什麼表現是喔、一隊無名請你請問你準備好沒有試一試麥先試麥試麥喂喂喂好那我們開始計時了第一題，以下哪一間美術用品店曾經 是 為了陳福善這個 artist 是配條不退色的廣告菜呢特別咁至今仍然有售的你有沒有買過這種廣告菜呢有沒有 A 藝林 B 藝文 C 永安 A 藝林好看看是不是咦是喔被你撞中啊好東西、啊、下次沒那麼幸運的了我真的很幸運第二題、不好意思好那先 加分先加錯分，睇下唔好意思啊！喂喂喂，仲係加分，加錯曬。喂，補償翻，我要二十，你提我二十，唔該。好快啫。好，有少少 technical 問題啫。好，哎呀，弊。好嘅。哈碌添，俾唔俾問問啊？睇唔切嘅，睇唔切嘅。我第二代嶺南畫派大師關月生、趙少王、黎洪才同埋。楊善心在80年代曾經創作一批合作畫嘅，咁佢哋其實當時有啲又住喺內地，有啲喺香港啊。咁佢透過乜嘢方法係交換畫作做合作畫嘅咧？請問，透過以下邊個機構幫手咧？新華社、中聯社、中聯辦定香港郵政咧？請問 ，A 新華社咁公平啊？睇下咪先，咦係喎？哇！你真係識過呢題，好嘢喎、哦！有啲辦法啊！好，第三題，在1947年成立的中英學會旗下組建的不同的文化小組，當時都做了很多，譬如是文學會、啊、歷史學會、啊、辯論、啊、戲劇、啊、電影和音樂等等。請問哪一個學會、中英學會的第一任的主席和副主席又是誰呢？ A 杜葉石恩主席，何滔副主席， B 彭德、啊、一個英國人、啊、馬文輝副主席、啊、還是 C 鍾士元方少倫、李炳、D 就李炳定李切夫咧就 artist 啊 D 嘅呢個答案，你覺得咧？難嘅，喂你條 boy， 你話有冇可能啊 ？boy 係 B， 點解會估 boy 咧？睇睇先，係、yeah! 喎、哇，真係啊，有啲運仔喎、啊、你嚇、啊。其實有趣喎，因為馬文輝其實亦都係近幾年啦，我哋可能成日聽翻啦，有被。以為港獨之父的馬文輝他最早是說、啊、香港其實可以想是獨立的好第四題維多利亞女銅像曾經在1978年的時候是被撥紅油的還在上面加了垃圾桶蓋請問被撥上紅油的女王像是以下哪本刊物的封面呢當時成為百姓、啊、70年代商周學院、啊、還是中國學生周報呢是1978年林紅油那個、哦嗯係啊，好多次，其實都好多次同朋友嘅，七八年嗰次我哋而家講。百姓半月刊定係70年代商周刊定係學院定係中國學生周報？係，可以棄權嘅。boy 啊 ，boy， 睇睇先，睇睇。好。哇！真係啊。好，加翻先。真係識嘅喎。哎呀，好！以下哪一位藝術家曾經是全國政協委員呢？金嘉倫、歐陽乃至文流定陳福善？點啊 ？Pass、都要啲時間諗㗎，都要。
我哋答试啊。好，出出先。文漏，睇下咪先。好嘢，系第十二届嘅政协委员嚟嘅。好好好，加翻分先。好，由艺术家自发组织嘅展览外围喺1987年嘅时候展开啦，为期三日嘅期间，有人随呼排入杨秀卓老师嘅《龙与人》嘅作品里边，请问系边位咧？系咁，当时系加入 improvise 莫超如、莫超如、熊仔叔叔、冯敏仪定系韩伟康咧？系咯，杨秀会抢答噶。杨秀，你讲个答案先。系咯。你咪攞錦囊啊！錦囊啦，去買個答案出嚟。錦囊啊，要現身，好跣我哋啊！喂，對住麥講，聽唔到，聽唔到，點啊 ？Vicky， 佢唔講，係咪用錦囊？樣相唔講俾你聽喎，點啊點啊？係咪用錦囊啊 ？A 係用錦囊啊嘛，真係。唔係啊！啊，答案係 A 係咪？好，睇下係咪先。唉，真係可惜啊，真係。熊仔叔叔，原來是熊仔叔叔，原來好。咁係啦，有相為證嘅。咁其實係喺係啦夏碧泉嘅 archive 入邊，我哋揾到呢張相嘅歷史文獻。夏爺歷史文獻，佢嘅相入邊咯，夏爺有影噶，係啊。好，都可能最後一題啦，剩翻廿秒。2010年至2012年嘅時候，香港藝術館嘅博物館專家顧問成員裏邊。在香港藝術嗰個部分有23個人，當中有幾多少又延續至2020年都仍然繼續擔任顧問咧？十年都仲喺度咧？十個、十個、幾多個？20個、23個。好。喺嗰度啊？點啊？點啊？求我哋用錦囊啊！好，用錦囊。係打電話定係問觀眾啊？現場觀眾啊，唔該。好，邊位現場觀眾肯幫佢答啊？我哋想請 Vivi 人幫手啊！佢已經笑得好開心噶啦。哇！賴嘢。古係詩啊嚇，古係詩喎。加持底下我答詩。好啦。咦，好嘢好嘢，数字都好敏感啊 ！Vivi 人揾啱现场观众，好真系加埋分先。跟住我哋就有一题系，又系考验下呢个即时嘅表演啊嘅能力嘅一个题目。好，飞去下边先。唔简单吓，嚟紧嗰个。哇！咁原來因為其實近年藝術家咧都好多時候入村或者入去社區做嘢，其實唱歌音樂都係一個好重要視覺藝術家會用嘅一個媒介。咁譬如咧喺邂逅山村人 High Hill 嘅 project 入邊咧，葉啟俊咧亦都即時就 APO 搞嘅，係啦 APO 搞嘅 High Hill 嘅 project 入邊咧，葉啟俊咧都喺度喺個村裏邊同啲村民 jam 咗一啲卡拉 OK 歌出嚟。冇錯。我哋即管聽一聽先，俾你試聽一次，跟住就請用客家話去唱呢首歌出嚟嘅。有冇在場觀眾仲係識客家話嘅？可以做一做評審喎嚇，評一評佢哋到時學得好唔好咧，準唔準確咧？好，首先試聽。葉慧龍出嚟幫手啊！佢做字幕噶。就是這樣阿婆賣鹹菜了、就是、好準備好沒拿著拿著麥克風了你可以出來外面獻唱都可以好來了啦、啊欸、再一二三去片誰想唱見一下看看先阿婆賣鹹菜滿意滿愛我爱
啦，好短啫，其實係啦。觀眾，你哋覺得點啊？觀眾，觀眾覺得點？精彩，信啊！喂，其實我哋演緊 Samson Yan 嘅版本啊。係咩？咁即係點啊 ？Samson Yan 版本。我哋用緊我哋嘅動作去表示啊。好有厲害啊！唔知啲觀眾覺得點咧？睇唔得出啊？哇！頂冇反應添。我諗呢十分好難俾喎。冇人冇拍手就可能要。各位俾唔俾十分啊？大家？高分啊！都有啲嘅，系咪啊？都俾啦，都俾啦。都俾啦。好，俾埋爱心十分。好，我哋睇一睇嗰个分数咯。咁一对无名咧就好侥幸咁样攞到七十分。跟住到第三组啦。俾啲掌声啊！我哋都。同埋笑聲啊，唔該。好，咁跟住我哋第三組，笑聲笑聲滿載温馨。請問你哋 ready 未啊？笑聲笑聲滿載温馨。好嘞。試下用你哋廣東話講啊，試下。大家好，我哋 ready 啦。好啊，快啲係啦。我哋準備好啦。好，以下邊個空間係未曾？舉辦過24小時都會俾公眾觀賞嘅展覽咧，街坊排檔碧街18號，Presidy 定係 Walk with A3 啦，我哋做簡稱為通常24小時都有睇喎，真係好堅喎，唔閂門嘅喎，點可以做到㗎 ？A 街坊排檔 ，Are you sure？ 不曾舉辦喎，係不肯定，不喎，一定嚇。其實碧街18號嘅，因為街坊排檔啦，佢都係喺個街度嘅，佢係可以永遠都可以俾你睇嘅，同埋都有藝術機構係喺嗰度做過展覽，就係黏喺佢哋個排檔外邊做展示啦。咁 Presidy 本身同 A3都係一個街鋪，有玻璃牆、玻璃係咯、玻璃嗰啲咁嘅玻璃幕門咁樣樣咯。咁所以大家可以24小時都喺度睇到作品嘅。好，第二題。好 practical， 大家都應該要認識啊。其實香港市民如果想註冊社團啊，最少需要三位或以上嘅人申請。咁必須包括以下邊三個職位呢 ？A 主席、財政同埋秘書。唔係 A 係主席、外務副主席同埋內務副主席。B 咧就係主席、財政同埋秘書。C 就係主席統籌同聯絡。D 就係主席統籌同顧問。B， 我哋嘅答案係 B。B 波波係咪？係。好 ，the answer is 係好啱嘅，要主席、財政同埋秘書嘅記錄啊嘛。咁呢個其實係喺邊個記喺邊個部門話要咁樣做㗎？警務處。警務處。咁如果你登記做社團嘅話，就可以嚇咁樣組織三個人啦。咁1998年嘅時候成立嘅呢個20樓嘅藝術組合，成員包括程子偉、何遠良、謝賢摩、伍子坤、薛力海等等啊。請問佢哋當時嗰組合名裏邊嘅樓字，原本佢哋本身係想咧？叫做廿咩嘅咧？用邊個樓字咧？或者係廿幾廿歲廿斗定係廿樓咧？我哋有冇啲用錦囊啊？有冇現場觀眾識啊？現場觀眾會唔會幫到手啊？冇人幫到手，我咪收翻個錦囊啊！係啊，收翻啦！有人舉手喎、啊，有人舉手、啊有喎、啊，因為我睇唔到呢度。有喎、啊，有人肯接你嗰個要求，聽唔到，聽唔到。C。好肯定， C? 我識嘅呢題。C for cat。C。真係你接受佢哋嘅感浪係嘛？喂，你噓定我先。你未出答案噓定我先嘅。冇錯，其實係佢哋最初係諗住叫廿樓嘅都係，但係用另一個樓咯，就覺得因為其實係回應緊廿，其實有啲近㗎啦你，佢真係回應另一個組合叫廿斗盒子嘅，咁佢就覺得廿斗太精英啦，佢哋就想。搞嘢啲，同埋覺得係自己係比較冇咁唔係嗰種咁 art 翻加 fine art 嘅一個狀態咁樣樣，調皮啲嘅。好，第四題又係廿啦。咁有個文化組織叫29幾，咁其實佢早期係同邊個書局 ？B D B boy boy 好。陳雙幾係咪咧？睇下先。陳雙幾係喎，好加分。咁佢最初係同陳雙記呢個書館係合作出版書籍嘅，咁同埋幫佢哋發行咁樣樣啦。
好，在95年至05年期間，進練20面體有一系列的黑箱作業藝術裝置教育計劃，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參加過。當中邀請很多中學生參與，就基本上就是每人給一個木製的黑箱，裡面就進行創作和表達。在99年起，更加這個計劃是被邀請到去到很多海外展覽、交流。請問當時這個黑箱的尺寸是多少呢？是比較微型、微型一點，迷你一點，微型一點，5×5×5cm 還是10×10，還是30×30×30，還是100×100×100呢？我們還有沒有那個錦囊？錦囊有沒有？打電話，打電話的。有沒有人？沒有，沒有啊。那麼我就選那個，可以打給他啊，打電話給他。那你當你現在零樣子記得 size？ 你們問不問他啊？問不問他拿貼士啊？喂喂好，那麼就試啦。好，試真係睇下先，睇樣子有冇記錯先。咦 ，OK 喎，啱嘅，30×30×30cm 嘅，好犀利啊！好，加翻分先。好，跟住咧又係關於黑箱作業嘅。2012年嘅時候咧，威尼斯雙年展香港館嘅平衡項目啊，首度就以黑箱作業形式運作。請問當時嘅藝術發展局嘅主席係邊位咧？陳達文、周永平、何鴻興定係黃英偉咧？2012年。應該係 D。哦，係好 check 先。黃英偉。And the answer is 係喎，黃英偉當時係做主席嘅，加翻分先。好，事不宜遲啦。第七題，86至87年期間，共出版過13期嘅依本嘅獨立雜誌啊，外邊啊 ，Art Current 就英文啊，佢總共有幾多成員一齊去合作編輯啊、出版嘅工作咧？外邊咧，我真係睇過一本珍藏嘅，真係好土法，土法到不得了嘅嗰個做法，好勁，好勁。外邊好犀利 ，B 呢個雜誌好犀利。我哋揀 boy。boy boy 好睇睇。Answer is 係。哎呀，可惜。真係單拖，單拖就出一個單拖嘅一個雜誌。嗰個人係馮敏儀啊，嗰個人。好，可以有時間問多一題嘅。以下邊一位藝術家係從來冇加入畫會啊？稱為自稱為呢個畫壇獨行俠啊 ？A. 江啟明 check 係咪先？好。咦係喎，好，俾啲掌聲佢，厲害啊！係因為其實嗰個年代都好多 artist 咧，佢哋都會入畫會，因為做參與展覽啊、聯展啊，咁就係多啲唔同嘅渠道啦。咁但係唯獨江啟明老師佢就係好獨立地，成日都係自己創作，自己去做好多寫生，就冇加入過任何嘅個畫會。咁我哋因為時間關係咧，都係要去到。最尾一個行為演繹的環節了，咁就請你用一個很明快的節奏唱出周俊輝在最大展的作品《唐伯虎 KTV》嘅，咁有一次的試聽機會嘅，咁請你哋留意住以下落嚟播的影片。講真啦，其實呢個影片咧係一個卡拉 OK， 本身係冇人唱的。未開始，你可以自己心目中我可以再重新去片嘅咯喎 ，ready 咯嗬，跟住嗰邊咁去啫。但係注意喎，因為 visual artist 整嘅，周俊輝唔知喺邊度咧。因為 visual artist 整嘅 KTV 嘅關係咧，個 beat 係有少少 off 噶，咁你要自己拿捏，自己拿捏嗰個感覺 ，OK？ 好，去片，準備啦，請聽我解釋啊！聽我解釋啊！有本人，小人本住在苏玉石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唔知个唐伯虎，佢横蛮不检点，勾结官府人无天，巧夺豪将我家田。我阿爷同佢反面，惨被佢一棍来打。
間衞生中心，一百片，一百片，仲原來自殺產後邊，佢將我女女送去家園流浪，我睇唔到啊！在廟前點張唐伯虎，佢就係陰險，知道此情人，竟憑暗算，把我父子狂我在是此人身中見，倘都未留住，可憐老父佢魂歸天，此恨更難填，為求葬老父，唯有化身為奴，今此陰險，我命絕。从此堂而集思乱，我命绝天。哇！好犀利，好犀利。点啊？哇！应该有啲掌声啦，系咪？应该系啦，真真系听到，真系听到。有冇睇过呢套戏啊？请问你哋有啊？有睇过呢个展啊？呢套戏咧，我睇咗十次噶啦。呢套戏。但系点解周俊辉会拣呢套戏去做呢个 KTV 咧？请问？咁我唔知啦。據說他說他看過很多次，看了不止十次，大家也知道他是畫的畫的題材，所以他經常煲戲，這套是他其中一套煲了很多很多次的戲。咦，接著下來我們想看看第四組的神仙 Beta 隊，你們可不可以試一試麥克風呢？到你們輪到你們答一個必答題了。啊，好。哇，一個七十，一個六十，一個三十，啊，好，你啦。在文徵營的《食咗我隻居》的藝術計劃裏面，最多參與者表示為了買樓究竟放棄什麼呢？放棄自我，放棄夢想，放棄娛樂，還是放棄時間呢？放棄什麼呢？ 我直覺是 B， 放棄你夢想。放棄夢想，好，看看先。And the answer is，哇，其實好慘，係放棄自我，放棄自我都冇嘛，唔係啩？真係咁，佢有相為證，佢當時係係啦，自我嗰答嘢係最多最多人嘅，就是，自我嗰，那個，哦，好，咁就為咗供樓啊，為咗賣樓，唉，好啦。咁喺六四至七一年期間好活躍中原畫會，喺高峰期嘅時候有十三個成員喎。請問有幾多位女性呢 ？A 零係咪㗎？睇下先。The answer is 係喎，好，冇錯。佢有一位女性參與，就係秘書嚟嘅當時嘅，加翻分先。誒，好，爭啲去咗下一邊啲。咁又係藝林呢個藝術機構，唔係藝術用品店啦。佢喺六七年暴動期間嘅時候，佢話生意都唔差喎。咁請問當時買嘢嘅人究竟係買乜咧？買戒刀、教剪、從折油定係顏色咧？暴動時間喎，哦，等佢哋傾一傾啊，哦！好好好，你有冇去買嘢咧？當時喺藝術用品鋪可以點咧？試試從折油做咩啊？從折油樣相，買層買層嘢先咩喎 ？The answer is 其實係買顏料嘅，哦，可能你哋兩個當時冇去買啊。我嚟寫 banner， 寫 banner， 寫 banner 啫，係。好，第四題，遊街十二，我哋依家依度啦，咁就係遊街十二號啦。請問喺1998年至1999年出現嘅遊街藝術村，其實又係遊街幾多號咧？咁其實已經變成隔離嘅高樓大廈啦。十二號、十四號、十六號定十八號咧？以前嗰個遊街藝術村，即係前政府物料供應處，係幾多號咧？係啦，其實當時就係喺依棟係啦商業，唔知係一種新樓啦。係咪應該在所在地？遊街嘅人答。唔係啊，呢度好多遊街嘅人噶嘛，嚇，啊，用錦囊，啊，想用錦囊係嘛？幾多？你可以跑去，啊，跑去訪問一下觀眾。真係問，我想問下 Ivyline 其實用錦囊啊。好，請你去，用請你自己去。Ivy 喺邊度啊？嚇，啊？喺邊啊？得嘛？有喺嗰度，喺嗰度。嚇，啊，你答咗佢啦，真係。好，有冇？有冇答案？有冇答案啊？有冇答案啊？救命啊！究竟隔篱嘅多少 number 啊？隔篱，你哋知唔知你嘅邻居几多少 number 啊 ？A 啊？哦，咁 A 啊？又系 A， 即系一样 number。A 系咪 A？ 系啊 ，A 啦。好 A。好 check check 先。系喎，其实成个 number， 成个 number 系超大嘅。其实呢个范围，原来整个范围都系十二号，原来。好劲。好，加分先。
咁話説咧，你哋嗰組咧，係咪頭先你哋嘅裝飾咧，今日嘅裝扮咧，都係嚟自之前遊街嗰個嘅藝術空間嗰啲係啦組織嘅。咁咧就想問一下，根據2017年火花計劃之新遊社啊，咁佢哋有個文創導賞員 at 社區的成鳥鄰居地圖。當中就有講喎，喂，原來遊街實現最常見嘅鳥類鄰居係以下其中一種，請問係邊種呢？你今日嚟到嘅時候有冇見到咩雀仔咧？請問白鴿、斑鳩、麻雀定係圓鴿咧？唔係一個特別嘅鳥，獅啊！麻雀，麻雀 check 先。哦、哎，其實是斑鳩最多的。其實是斑鳩最多。我啱啱都見到有幾隻在你哋係啊台底啊，之前啊黃昏五六點嗰陣。我就見到蚯蚓喎呢度。係咩？你見到蚯蚓都好多不同的動物。好，第六題，請問你認為以下邊個官方藝術展覽機構相對開放和自由呢？咩咩啊？我認為。你認為呢？哇 ！M 本身係食本啦，遊街實現啦，定以上皆是咧？你覺得？哇！咦？點解咁大反應咧？試啊！快啲啦，試啊！唔該。哦，出出先。係喎、哦。好嘢、哦！其實我哋有理由㗎，我哋好理性嘅，因為 Ampus 嘅主場館同埋藝術館未開㗎嘛 ，It's not open, right？ 咁所以就係遊街咪 open 咯，好 open 係咪？好。第七題。以下邊一項唔係唔知道你哋有冇參加巴士啦？係香港視覺藝術協會巴士嘅特色咧，佢會為會員提供展覽基金，或者會長不能夠連任，定係會員唔能夠擅自代表該會向外發言啦，定係有談話會嘅咧？佢哋有談你嘅嘢，唔係啊，係唔係呢個會嘅特色？啊，冇錯，唔係喎。咁你要揀三項係，然之後揀剔走一項唔係嘅。哦，可唔可以連任啊？定係？談話很普通嘅啫，談話我哋成日都談噶啦。A， 睇下先。提供唔會提供展覽基金，睇下咪先。哦，其實係會長不能連任嘅。其實佢會好勁喎，其實提供展覽基金喎，又係嘛？但係佢哋都有 critic group 嘅，那個 critic group 咧就會有曾經係有會員因為被彈咧而退會添嘅，據稱。好，第八題，2017年嘅時候咧。市區更新基金是撥款了很大的數字7900萬，是比以下哪一個機構打造全港最長貫穿北帝古廟、海心公園、牛棚藝術村的九龍城主題步行徑呢？即是正在建的現在，或者剛剛開始規劃的聖公會、聖約各福群會、博愛歡樂全萬家，還是歡樂滿東華呢？ B 啊，麻煩你好，查查先是不是聖 James 咧？其實是他哋有 approach 過聖 James， 但是話説土家咧，佢哋本身 support 緊土家喺個區咧，就想 fight for 多啲嘅主導權喺個 project 入邊，跟住就於是最後都唔揾佢哋，就揾咗另一個隔離嗰個鄰居聖公會係幫佢哋做呢個 project 嘅。好，第一屆嘅火炭工作室開放日有幾多間工作室參加呢？第一屆。第一屆，你係寫咗幾多啊？好早期噶啦，零幾年。有冇印象？有冇印象？有冇人參加過，或者喺嗰度當時一次一個開放日？嗰度應該阿楊總嘅答案係18噶，但係依家得23啫，係。哇！第一屆都好近喎，五間。五個字啱喎，原來。冇錯。好誒。係2001年第一屆。冇錯。好，最後一題。都係時間係啦，就係嚟到呢度噶啦。以下哪所私立藝術學校並非由具藝術創作背景人士參與創辦嘅咧？全藝、全藝 ，B 就係正型 ，C 就係大一 ，D 就係 CO 一 ，C01。有冇喺嗰度讀書嘅？曾經喺度讀過書嘅同學？教書或者教書？第二個啊，正型創即係創辦喎，佢哋係咪 B 啊？唔係 arts background 嘅喎。第二個啊嘛，係嘛？B for boy， 你想答？等，唔好意思啊。Sorry。A 啊，唔該。好。出先。係喎，全係設計學院喎，加翻分先。
好，咁跟住咧，请随音乐唱出乡村计划里边嘅其中一首校歌，村校校歌。咁我而家播一播俾你，有一个试听机会嘅。咁你哋可以系咯，睇下你想合唱啊、独唱啊、行出嚟唱啊、坐喺度唱啊、企喺度唱啊，定系点样唱啦、啊？可以大聲啲嘅咧，唔知聽唔聽到啊？請問準備啲有冇得大聲啲㗎？其實係咪最近啊？係咪最近啊 ？Technical 部門，唉，有冇朋友仔可以陪一齊唱啊？冇一齊唱過你哋之前，好難唱咯、啊、呢、這個。你可以邀請觀眾同你一齊唱咯、啊。難嘅。咁我哋去片㗎咯，好唔好？盡量試下啦。真係好似唱聖詩咁唱嘅啫，我估。係。係啊，因為你 sound 嗰邊應該都好強啊嘛，應該 OK 嘅。呢、這個好夾，呢、這個。遊淡美麗，環如風，田園人人受益靈種。我孝立，反與春風，親身可知苦甘內重。孝學活動，師生共通，盡春節。哇！最後嗰個鐘字講得幾好啊！好嘢，好嘢，好。點啊？各位覺得點啊？覺得？覺得？哇！反應竟然係最好一個啊！咦，咁我哋喺必答題嘅上半場環節咧，其實就已經好順利地啦，係完成啦。咁其實最激烈嗰個部分咧，應該係陣間搶答題嘅時候咧，就睇下各隊除咗係要比較佢哋究竟識唔識題目之外咧，仲係要鬥快撳鐘嘅。所以就係要有好機靈嘅一個，即刻試咗鐘先。好，唔該曬。咁我哋會有五分鐘嘅小休，我哋試一試鐘啊，試一試啲電線咧。咁然之後就會再喺度開始我哋嘅搶答部分。會唔會扣分㗎？請問？唔會扣分嘅，但係亦都冇補答嘅。冇錯啦。冇錯。好。咁我哋休息小休五分鐘啦。五分鐘之後再翻嚟去，你哋需唔需要洗手間啊？嗰啲啊？好，我哋而家俾少少輕鬆少少嘅音樂啊，唔該。五分鐘我哋嗌咪翻嚟噶啦嚇。